避开客厅禁忌，你就兴旺发。客厅啊，是我们啊最重要的阳宅风水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它影响到我们的事业、财运、亲情。所以哈，灯光一定要明亮，不可以暗，否则哈，影响到我们前途光明。第二个哈，我们走路的动线啊，一定要哈非常的顺畅，代表我们事业、财运、亲情很顺畅。我们进大门，不要左边或右边是厕所啊，还是厨房啊，厕所就臭掉了啊，厨房就火气大了，这样对我们家里的财运、亲情啊并不好。客厅不要太狭长啊，也不要太小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格局啊，包括我们事业的一个格局，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格局都受到影响。沙发啊，一定要有靠，它的靠要背后要有靠啊，记得啊，不要靠窗，不要靠门，或者背向门都是凶的啊。各位朋友，想要了解新视频啊，记得按赞关注我哦，谢谢。